由舒崇福执导，于荣光、吕丽萍、李琳、蒋灵静等国内实力派演员加盟的史诗军旅情感大戏《从将军到士兵》，自拍摄之初就备受大家的关注。而这部剧也是继《亮剑》之后又一部以疯子战将王敬山为原型的电视剧长篇力作。据悉，《从将军到士兵》于7月4日正式登陆东方电影频道，每晚7点三集连播。开播当天，该剧主演于荣光、李琳、蒋灵静也是来到上海为该剧宣传造势。在剧中，久经战场的于荣光挑战的不仅仅是疯子战将式的军人，更有复杂纠葛的感情戏，甚至还在拍摄期间受伤不断。真是挺累的，天天骑马，天天全是累活，真是累活。说这小打小闹的伤就非常多了，马上掉下来啊，脚崴了，这儿伤了那儿碰，出点血啊。小，刚才李林说拍一个炸弹，砰，把脸炸了一下。